儿子们，你放到五点半，你时间没到，看到没有？我儿三十九点几了，喂，高山你们不出呢？为啥子高山你们不出呢？噻，这个推那个推的。我在那边去看那边喊我过来，我儿发烧了，我这我过去。五点半，看到没有？那边医生喊我过来，我中医是这个样子，这事儿。五点半在那边看，五点半。好，我去找你们领导了。我们已经给这个孩子看了，并且这个今天已经把这个事情通过和那个孩子的家长沟通了。啊，家长都发布了相关一些信息，对医生的处理比较严重，有好几条，做一定待岗处理，然后绩效各方面再做一些调整。看视频，上封面。